现在有请正反方教练进行第一回合的猜拳。来吧，来吧。现在有请正反方教练进行第一回合的猜拳，输的一方先进行表演。感觉我俩要打一架是吧？来吧，好狠哦，团队战。来吧，剪刀石头布。啊，蓝色赢了。后来发现，这猜拳的输赢好像也蛮重要的，非常重要，先后非常重要。第一轮最终的票数为正方96票，反方169票。第一回合反方胜，正方85票，反方180票。哇，这太多了。第二回合反方胜，正方201票，反方64票。第四回合正方胜。来吧，来，准备剪刀石头布。我输了还是赢了？输了。输了。我大学学的就是这个。主修猜拳。其实我觉得这个顺序啊，有的时候也是个双刃剑了，有的时候。任何事都双刃剑。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。